清风。为什么？真的很抱歉，我不是有意不去的。你若不愿去，就直接告诉我，为何要如此诓骗于我？我没有骗你。那你是在寻我开心？你可知道，今天李家上上下下有十几口人都在看我李清风的笑话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那究竟是哪样？你说清楚，你去了哪里，又为何不去？我家中临时有事，把我叫回去。你没有说你要去李家吗？还是对你来说去李家根本就不重要？不是。陈朗月，我跟你说得清清楚楚，你有任何苦衷、任何顾虑都可以告诉我，无论如何我都可以与你一起去面对，但是你还是不愿坦诚，不愿与我付出信任，你究竟是为什么？你还是不愿说，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？不是的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现在跟我解释清楚，要么就别再说了。那你能保证说完以后不再生我的气了吗？你先说。我家中来了个远方朋友。你要是撒谎也可以扯得远一些。我没有撒谎啊。家中来了朋友，只在临安待了两个时辰吗？你为何不能先去李府，再和我一起去见你这位远方的朋友？甚至纵使回家，你为什么不能让小洛前来知会我一声？李清风。